個迷城，咁然後咧一陣有時間行街嘅時候，你就可以去探下呢一班兔仔啦。咁頭先講嗰個 Popcorn 商場，每次有節日嘅時候都會帶驚喜俾大家啦。今日呢個驚喜咧都好大下，對於我嚟講咧，我個心都真係卜卜跳嘅，尤其是喺後台咧，我都覺得唔可以留太長時間，因為實在太勁啦。今日就係 Popcorn 城中列楊家將嘅終極簽票會，今日咧請咗一班忠心愛國嘅楊家將嚟到現場，我哋而家。留意一下，一陣我哋仲會有啲兵器拎出嚟噶。好，收翻啲兵器之後咧，我哋就開始傾下偈啦。有請我哋嘅工場員將呢個麥克風派俾我哋嘅嘉賓朋友先。其實呢度中列楊家將咧，頭先睇 trailer 都睇到血脈沸騰啊！我請導演先休息一下，我哋坐埋一邊，我哋傾下偈啊嚇。舒服下先，楊家兄弟都會服侍大導演嘅。係，你好，你好。Hello， 導演你好。咁咧就頭先知道啦，你係經歷咗七年嘅時間，就打造咗呢一套咧《千軍萬馬中列楊家將》。其實咧喺咁多個可以拍嘅歷史題材入面，點解你會揀咗楊家將？因為好困難喎，你要揾咁多個靚仔，又打得又睇得嘅去做兄弟喎。因為我要拍一部咧電影史上最酷、最型、最有型的男仔的楊家將，所以就要想很久，同埋要找到呢班靚仔係唔係容易噶嘛？其實真係好誇張，如果楊家嘅父母咧就發現自己生咗咁多個都係咁靚仔嘅咧，真係唔得了。咁喺拍攝期間入面，哦，要每個人分配唔同嘅特色俾佢哋噶嘛？咁係會唔會有困難咧？即係啊，咁我度啲咩俾呢一位演員咧？咁會唔會經過好耐嘅雕琢咧？要啊要啊，因為咧我最中意咧睇啲群戲嘅電影咧，永遠係睇完咗之後咧，你仍記得頭嗰三個啫，哦，其他啲咧就喺旁邊就唔記得咗噶啦。所以我就話今呢部戲一定唔可以，一定要每一個演員，啲觀眾睇完戲出嚟咧都記得嘅，有個好深刻嘅印象。咁啊呢個係最困難嘅。反而不是那些千軍萬馬的鏡頭，反而是怎樣能夠平均分配每一個型男出來，觀眾都有個很深刻的印象。在派期間應該都挺開心，就是這麼多個兄弟各有特色，然後看到他們哇很型地耍著最耍家的兵器的時候，就真的哇好，即心都跳埋，剛才看 trailer 都已經 feel 到這件事。那也要問一下演員的馬大哥鄭伊健先，伊健在派戲期間有沒有覺得哪些位置是很辛苦啊，打得這麼勁的？其實呢，即我想大家看到的片都，我想不知道有些人都會看到戲的了應該。其實看完之後知道，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付出了很多了。雖然呢我們今天不是齊兄弟，我們還有林峰、李晨，我們七兄弟呢的而且確在這裡付出很多辛苦的事，我都不用說了，你去看到戲你會感受得到我們除了辛苦之外就是我們的團結。我都 feel 到就是每次呢可能做
做宣傳期間拍戲對咗咁耐啦，但係做宣傳期間都可以見翻面，好似好開心咧，兄弟 reunion 咁樣喎。咁而家問下啦，問下我有請問宇波，宇波就是拍戲片拍電影節的中間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啊特別辛苦哟？又想啊，是為什麼我要接這個電影是太厲害了？有沒有這種感覺？香港的朋友們，你們好，我是二郎宇波。二郎。拍这个电影呢，其实每天都有很多的辛苦，也有危险，但是呢我们兄弟几个在一起也非常的默契，也非常的愉快，对这部电影充满了很多的热情和期待，也希望在场的所有的观众能够喜欢忠烈杨家将，谢谢大家。啊，谢谢。所以我就是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实在是很值得参与一部电影。跟住来我要问一下仔仔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忘的经历？有，每一场我们七位兄弟一起拍的戏，每一场都让我非常的难忘，因为像大哥讲的，我们拍过很多的戏，但是要能够拍一部戏的时候维持一个很好的默契，是真的真的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很享受那个感觉，我们大家都很享受那个感觉，所以只要七个人在一起，然后秋官也在一起的时候，都特别的难忘。那在中间时间有没有七个人其实在没买完，我们说就还没有 roll 那个摄影机的时候，其实在也玩呢？私底下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比较缓和气氛的一些行为，但是只要一上马，那个状态，盔甲一披，那个状态就是兄弟了。对，原来真的呢，可能很有血缘关系啊，其实除了戏入面有这个关系之外呢，戏外呢都很有默契。好，接下来我要问武俊啊，你好。香港的朋友你好。哎，咁我唔系讲广东话都可以啦。你讲广东话，我讲国语。要转过去有爱情变成要不停要打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特别要锻炼自己的状态？你是说拍动作戏？对，就有爱情那个部分转去那个去打的部分。其实爱情的部分不是说很多，对，那我们动作戏呢，当然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部戏的那种兄弟情非常的浓重，对，然后我们拍这个动作戏的时候大家都很用心，就是一个多月之前我们都已经进组，已经开始练马练那些兵器啊，所以我觉得在拍的过程中我们都没有那一种好像谁的表现不好啊还是什么，大家都很进入状况，然后拍戏的时候都非常的顺利。那练习那个兵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他人的好像比较容易这样？我觉得大家的都很困难。对啊，因为你知道吗，你想象你在马上面要拿那些兵器，然后还要打，然后我们还是一批人一起这样子拍，不是一个一个，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做到100分。对，这个很难的。对，都是的，因为大家呢耍着不同的东西，但全部都要耍得最劲的时候呢，就好像互相学习和互相比拼。最后要问下傅辛博啊，你好。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辛博。你好。对，那在戏里面有没有大哥们特别照顾你呢？每一个哥哥都挺照顾我的，对，因为我是最小的弟弟嘛。那在有没有最难忘的经历在拍电影期间？最难忘的，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出去有吃饭呢、啊。我记得有两次吃饭。对对对，大家有一次是七个人啊，然后在一起吃饭，最后还有一次是吴尊生日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感动。对。有幸祝你的生日。对，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沙漠拍戏，然后那个环境非常的糟，然后没想到就是一拍好那一场戏，然后大家走出去的时候，哇，他们抱着这么大的蛋糕，然后就跟我庆祝生日。哇，那个我跟你讲，我这一生中根本都没有机会，就是会大家一起穿着盔甲在那边庆祝生日。对，非常的好玩。这个画面都挺感动，同埋挺难忘，因为着晒戏服，但系就拎住一个现代之后蛋糕咁啊，有机会真系希望可以睇下呢个幕后嘅呢个花絮呢张照片啦。咁啊，我哋倾完偈之后咧，其实今日咧亦都请到现场嚟到嘅观众朋友咧，一齐参与一啲游戏嘅。咁大家知道《忠烈杨家将》咧入边就会，我哋有好多耍。
洋家嘅棋嘅部分啦，亦都有耍兵器嘅部分啦。今日请咗啲影迷上嚟咧，就玩个游戏嘅。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要请那兄弟们要当那个评审，看看谁就玩得最标准、最好看，这样。好，我哋咧请咗现场观众上嚟咧，上到嚟就唔好挂住咁靓仔啦，我哋系比赛嚟嘅。咁啊，我哋会派支棋俾你。是日本人来的，你是香港人来的，怎么玩啊？好，那你是日本的观众吗？香港朋友，香港朋友来的，但是他说的有少少不是标准广东话，我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你耍棋和要耍得好看，那我们杨家兄弟和大导演呢就会呢是小心这边，我们站中间一点，站前一点，也都要小心记者们，那我们呢就逐个逐个嚟啊吓！我先请你演出先嚟，咁啊睇下你识唔识耍棋啦。我做三二一之后，你就开始。中少少啊，系啊，我哋大家都要闪避少少，俾个空间。啲传媒小心啊，跟住烂相机啊，系啊。好，预备，三二一，嚟啦！其实呢件喺拍嘅期间，系咪个个都要基本上识下呢一招嘅咧？唔系，我哋系二郎啊，预播。一定就玩。因為其實佢支旗好重，楊家旗咧就仲要浸咗血水，所以跑嗰時啲馬嗰只好重啊，係佢先，因為佢比較大隻啲。哦，所以你是專家在戲裡面，耍一個要不要表演？專家不敢當，但是我覺得他已經搖得很好了，真的已經很好了。對好，謝謝，多謝呢位觀眾。我又冇一個鐘嘅咁啊，冇一個鐘，我擺佢喺後台嗰冇一個鐘。好，跟住下一位觀眾，你要不要？你會唔會想要玩一下？有没有兴趣？哎，等他表演。好，等他表演。好，等你先嚟啦。好，预备，三、二、杨家琪啊，一，好啲啊。好，杨家琪，你好紧张啊，大家都杨家着着，咦，好似唔错喎。我觉得佢个马步好好啊。系咯，扎咗马啦。好啊。好。同埋，好啦，够啦，我哋其实。多谢晒。其实我怀疑佢识嘅。佢跟节奏啊，嗰下好嘢啊。皆大歡喜嘅，咁但係你得到導演同埋依件嘅讚賞就已經賺咗啦。咁呢個時候咧就係進行頒獎儀式嘅，兩位朋友咧都會得到簽曬名嘅海報，好難得。咁咧然後就係亦都有呢個獎品，有禮物送翻俾兩位。咁啊，不如請大哥嚟到頒獎啦，有請依件話我哋頒獎。咁啊，幾位兄弟，我們一起拍個合照，好不好？好，有請我們一起拍照，可以嗎？好，我們跟兩位一起拍照，好，謝謝。呢個簽曬名嘅海報啦，又有禮物啦，仲有最緊要就係呢一張合照啦。好，多謝曬，謝謝，謝謝，握手，太厲害，太好識爭取機會。好，跟住落嚟我哋咧就係玩第二個遊戲啦，導演亦都可以先休息一下嘅。那我們現在要玩第二個遊戲，也是有一點危險的。好，我哋先請工作人員咧將呢個嘅復活蛋拎上台先。復活蛋咧就因為始終都係會碌嚟碌去，我哋上到台，我哋再 set up 一下嚇。咁咧跟住落嚟會有四位觀眾玩呢個百發百中嘅遊戲嘅，大家咧手上面就會拎住啲槍啦，然後咧就睇下邊個咧射得最多復活蛋，咁就為之勝出嘅。咁我哋先請咁多位參與遊戲嘅朋友上台先，我諗佢哋心情都好緊張。好，小心小心。Hello， 咁多位大家好。咁咧，你哋就會得到咧一支手槍啦。跟住咧，我哋拍咗手槍之後咧，我哋就望下台上面有呢個復活蛋喺度啦。咁啊，睇下邊個射得最多啦。是里面跟影迷里面要說國語嗎？要說國語嗎？你會明白嗎？OK， 好的，那我们给你一个时间，那就开始了。他讲广东话，系咪可以讲广东话？系，你使唔使俾佢试一枪先啦？试一枪咁着数？系啊，唔系咁，如果唔系唔抵噶嘛，系咪？好，企后多少少个工作人员话有困难啲啊？我哋有底线嘅，系咪？有底线嘅，好，我俾你啊，大哥话俾你试一枪。我哋射下边嗰个布一试一枪，睇下点先。试一枪，睇下有几厉害先啊！
有没有工作人员要教他怎么可以上这个子弹的？就在戏里面，电影里面就没有这一种，没有这种兵器了。好、啊，来。好、哦，女仔玩枪咧都是要慢慢学下的。好，你为你试一枪先，试一枪先啊。试咗啦，试咗啦。OK， 咁我哋开始了，限时入面睇下射得最多就为之赢啦。哦。好，预备，开始。几耐啊？三十秒。好，开始。开始。哇！哎，争少少，争少少，争少少。哎呀！哎呀，佢唔掂啦！再来，再来。哎呀，他还是没有跌倒。再来，再来。好，冇子弹啊，冇子弹啊。OK， 咁咧，其实就擦过副弹就射唔到佢嘅。好，第二位朋友，你可以过来啦。你要研究研究那是什么吗？好了，你可以先试试看。日本的朋友 ，OK， you can try one first， and yeah， one good that you can try。哇，是因为他从日本过来吗？所以你要特别照顾这个飞过来香港参加歌迷。窗就有啲問題嘅，我哋換一把俾你。Don't worry, we still have time. You can try first. 楊家嘅兄弟好想出手啦，見到咧，再來再來。因為喺日本飛過嚟參加一個電影嘅簽呢個戲票會啊，幾犀利。OK。You still have bullet. OK， 不行不行，你要帮他，你要帮他吗？啊，不然就是你来了。哇。OK， perhaps you can leave one bullet for him to have you try. Or you still want to try it yourself?出手都係幫唔到你。第三位朋友嚟啦嚟啦，第三位朋友有請，係咪要依傑幫手啊？好，好嚟啦嚟啦嚟啦，快啲試下一粒飛林先，你係咪一粒一飛林添一粒子彈先？我都當我記者鏡頭就係手槍。好，你要求要幫忙嗎？不是，因為呢射箭是三郎的嘛，他的專科，所以我們不敢出去搞的。哦，簡介都是好的。好，來了，這個當贏了了，射低了一個。好，再來再來。好，希望你們全部都不要去投靠特種部隊了，因為眼界實在是差一點。哎，不停就射到後面。我其實有少許擔心後面的工作人員。他離開了，你見不到。好，想打呢啲困難啊！而家，哎呀，好勁，厲害厲害，最大一個，好，再來再來，還有沒有 ？OK， 好就沒有了，恭喜恭喜，然後最後一位，最後一位可以請你上嚟啦。哎，而家咧勝券在握啦，基本上，好，請你可以試一發子彈先，你可以先試試看，你係廣東話噶嘛，係嘛？嚟到第二發，唔中，再上呢度上飛，上彈，再繼續個上飛諗添。好，啊，不錯不錯，因為胡尊說要低一點低一點啊，行了，射中咗一個，會唔會超越到頭先第三位參賽者？有中咗兩個咧，低啲。原來玩起槍嚟氣氛都幾緊張嘅喎。好，再嚟。好，再嚟。
小朋友，你觉得他可以当你们杨家兄弟吗？兄弟们要帮他吗？兄弟要哥哥帮忙吗？仔仔要不要帮一帮他啊？你要帮他吗？我们放七弟出来帮手，可能我们有兄弟可以帮忙，你可以先回去。哇，是谁厉害的？是呀，再来再来。哇，哎，差一点，就一点点而已。好，再来。哇，可能他是第一名呢。再来再来。哎呀，后面的我都话要小心的啦，是不是？就真的要小心。我估不到原来七郎和三郎射箭都得噶，都得啊嘛。其实可能你都得噶，可能其他个个都基本上系识其他兄弟的兵器啊嘛。好了没有？好，有没有？系没了没了。那怎么办？小朋友这么厉害，呢个边个嘅仔啊？一阵我介绍佢爸爸俾你认识。我中意佢嘅鞋啊！一阵爸爸话俾你听喺边度买啊！朋友拍一张合照，然后呢就其实刚才参加的几位影迷都会得到礼物的。那我们都再请我们杨家兄弟们可以帮我们送这个礼物给他了，先送给小弟弟。小弟弟，哇，很厉害，要笑笑吗？笑了笑下啦。对，他好紧张，你要让他放松下。我们的朋友，现场观众朋友啦，我哋亦都系继续颁奖，请好全部朋友，我哋小朋友都留低嘅，咁我哋请咁多位观众朋友、参赛朋友咧，都可以逐一上嚟领奖嘅，有请大哥帮我哋颁奖。哦，杨家兄弟真系冇所谓，大家可以分工合作。好，下一位。指着那个俘获弹，它就会有东西爆破出来了。那但是我们
们先等一下，我们先要拍个照，先拿兵器拍照，然后我们先拿个兵器，对，大家可以站在中间一点点，对，我们可以靠近一点点，然后等一下我要数三二一的时候，你们再退后一点就安全了。大家有点怕那个捕获弹会爆破什么出来呢？好啦，我哋预备了哦，那我们预备了，可以吗？那我指着捕获弹，我哋指住捕获弹先，预备。是媒體訪問時間，在這裡都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Popcorn 會邀請大家率先可以看到中年楊家唱的，由3月29日開始，在 Popcorn 指定的商鋪以電子貨幣累積消費滿600元或者以上，憑即日的有效電子收據和電子貨幣付款的全金，就可以免費獲贈到中年楊家唱電影換票證的了，每人每次最多是可以換到4張的，而且數量有限，送完即止的。另外呢，在 Popcorn 商場入面，剛才講過有兔仔的擺設啦， Popcorn 都找了日本漫畫大人秦貓設計了兩款好精美的紀念品，包括是有 Tote Bag 和 Memo Block 給大家換領的。那兄弟們繼續拍照，我要繼續介紹那個捕獲節的東西給大家了。全金亦都可以換到呢個 popcorn 為大家準備嘅 memo bag 同埋呢個 tote bag 禮物嘅。今日多謝曬楊家咁多兄弟，多謝曬於仁泰導演，多謝曬譚小姐同我哋進行儀式嘅。跟住落嚟就係媒體訪問嘅時間，之後咧就會同大家簽名噶啦。咁啊，大家繼續密切留意同埋歡迎大家繼續俾啲尖叫聲我哋楊家唱聽。